那嘉文就是针对我啊，我被住好住满，他就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呜！啊呜！啊呜！嫣儿会推荐年终存起来买礼物给女友，还是抖内给嫣儿？当然是抖内给我啊！哎，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话，就买给女朋友啦。不管我，你有女友的话，就买给女友啊。没女友的话，再抖内给我，这样子分得清楚吧。那如果你不爱你女朋友的话，就先分一分再抖内给我。哎，因为我不想被女朋友靠北说啊，哎呀，勾引我男友。谁想勾引你男友啊？关我屁事。哎，我真的很常被女生说我勾引她男友。哎，哇，你男友什么东西？你怎么会觉得我想勾引？怎样是长得特别帅，是屌特别大，还是特别有钱啊？都没有的话，你怎么觉得我想勾引你男友？你觉得帅不代表我会觉得帅，好不好？欸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，因为像是以我的智商180的情况下，好了，开玩笑的，就是我大部分什么东西都懂，只要是关于电脑的、实况的、网页设计的、设计类的，绘图还好了。什么 Java、CSS 那些我都会了。然后今天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，别人的某个3C产品出了问题，然后有一个男生来问我，然后问我之后呢，我就跟他说怎样怎样要怎么解决排解这些问题。那因为3C 出问题的是一个他想追的女生，然后他就从我这边问完答案之后，他就是把我的答案原封不动的给他。然后就塑造了他自己很强那样，你们觉得这男生如何？是不是很垃圾？欸，你今天他妈想追一个女生，你也不要在他面前装强，这样以后你们要是在一起之后呢，他妈他问你什么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总不能全部都来问我吧？你这样就像你他妈的，我带你爬上金牌，你在金牌呛银牌的人烂一样，关你屁事啊！从头到尾都是关你屁事。我可以装笨吗？可是其实装笨又有一点太绿茶，真的是绿茶婊。哎，我不太想要，我就觉得我会什么就是会什么啊。你看我如果明明会要装不会，我会被骂绿茶，绿茶婊，心机婊。明明这个观念是男生心态不好，怎么会是我要改呢？等一下啊，他的盾欸，这个盾会不会太晚啊？看到嘉文就要放盾了吧？哎呀，他的盾都要慢很多拍。请问他盾什么时候才会准时放？给我偷！就是针对我啊，我被住好住满，他就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，我真的是快崩溃了，这摩根娜真的是在搞我哎、欸。然后对面庄狗又住我，然后摩根娜又不会放盾。我根本是下路1-3啊！怎么一来就黑白？放屁啊！一来时间点不好，关我。
要飞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输出空间的话就很好打，他们刚去吸收伤害，我就有输出空间了。妈的，我有点累，这场又在消耗我的脑细胞了，我的妈！怎么一切都是套路？我很认真在打这场游戏好吗？你要不要看我前期被辅助搞到多惨？我现在的装备全部都我自己拿回来的。I believe I can fly。 那贾克斯的进场真的超烂。他这个盾友很有，就是这个盾，没错啦，有这个盾我早就杀到对面了，各位。要保我就赢了，我只需要输出空间，有办法帮我晕到冲我的人就赢了。嗯，那边怎么要开战 ？They will be purified。None can escape me。喵喵，别。没事，我打得赢。就说我打得赢。哎，这场可以剪精华了吧 ？OK 吧？我打得超认真哎。我前面一直喷那个摩甘娜，那摩甘娜真的早点放盾放的时机点放的好，我们其实不用这么难打，真的不用打那么累，我早就把对面杀爆了。他的前期的盾真的放的不好，可是他后期的盾有保到我，这样就好了。